关于吃一桌巧克力甜品，也太让人开心了吧。对了，我开这个号以来，一直有宝子问我，为什么吃那么多高脂甜食，但皮肤看起来还是很好，一点暗黄粗糙都没有。首先肤质是一方面，加上我平常的话也是非常注重护肤和运动。精华的话，我一直都在用这款 HFP 早 C 水，它里面都是高纯度 VC 加贵妇熊果苷来的，它的流动质地都是非常不错，很清爽。不光是熬夜氧化的暗沉，甜食糖化的黄都是可以改善的，就很适合我这种吃播博主。这个早 C 水我看小鱼海棠都在用，脸容易发黄出油，底妆半天就氧化暗沉的姐妹玩了可以搜搜看。每次湿敷完皮肤一整顿水嫩透亮了，跟睡了8小时美容觉一样。